将往来客起来是比人的头骨较大，这是目前号称全国上大个的往来。进出这往来的国庆乡民哦，今日嘛将这往来号名叫做巨无霸黄金往来。伊目前咱所发现的往来，伊是上大粒的，啊，佮伊七八月啊，伊的甜度上悬，啊，佮伊的丝上解粉，嘿，上好食。伊的心这里较绿，所以讲唔免抬足深的啦。这巨无霸王来平均一个都有五大斤以上，五岁囡仔拢抱袂掉。虽然推出第二年的时间了，不过产量无济，未少人拢是头一届看到，毛拢感觉实在是太大个了。没有。啊，你看过后你都多大？像中科的那样。唔慢，这讲新进。最近因为往来大出税，计小龙增加。国庆乡农会供销部主任杨浩元表示，这段期间的往来真正好食，嘛鼓励大家下当来吃往来。不过这款的巨无霸往来真正太大个，嘛建议加工食品厂下当来做加工品，是一种未歹食材。去年这阵伊的计小只要伫14块、15-16块，今年即马只要伫10块左右。去年开始已经有稍微量产，今年比较多一点。好，现在正当好处，这个甜度啊。起码都在这个12-13度以上，好像是比较大一点，不适合一般的小家庭。哦，假设这种农产这种凤梨的话，哈，能开发到一些冰果室或是工厂的利用率的话，哈，或是一些像这个凤梨冰啦、凤梨做这凤梨酥的话。它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品种。这巨无霸黄金往来三季为秋的开始，刚好接在金泉17号往来采收后才生产的，所以经济价值真高，也提供给农友做参考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